喜欢的人嫌弃，是件很难过的事儿。找什么？木头。木头。木头。我陪你去。小心。你真好。你知道吗？虽然大部分时候你都很讨厌，只要有你就麻烦不断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喝多了。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哥，你答应我呀！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幸福的。你也快去幸福吧。慢点。我不幸福，我太笨了，所以他们都嫌弃我。我爸不要我，我老师不喜欢我，我就连毕了业找工作，他们都嫌弃我学历低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自从看到秋千图被左叔叔修复的完好如初，我就一心想要学文物修复。但是我长大了之后，我才明白，梦想哪有那么简单，更别提什么追梦了。连做个人，做个普通人，我都拼尽了全力，可是还是好难。小心，小心。还有，你看秦志远，我都那么死缠烂打了，我拼了命努力，他都不肯教我。你说我得是多么差劲的一个人，他才会这么嫌弃我。秦志远怎么想不重要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被喜欢的人嫌弃是件很难过的事儿。你知道，我在知道秦志远是修复大神之前，我幻想过好多好多我和他的爱情。我们的故事凄美，千回百转，荡气回肠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们的故事比那个什么神雕侠侣、金钟玉女厉害多了，那个浪漫多了。我们呀，那可就是修复界的赵明诚。